子舒，你记着妹妹画的时候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你要经常的表扬她，鼓励她。知道，不管她画什么，知道了，你就说她画得好，然后你比如说这个，你就可以联想她画了个什么呀，要多沟通，知不知道？知道了，就是语言是最好的沟通的桥梁，是吧？不管他画什么，你就说他画得好。嗨，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你看我画的电话。电话。哥哥来给你做个电话。对。雪木。我画一个，哥哥，你看我画一个气球。你比如说这个，你就可以联想他画了个什么呀？哥哥，你看这一个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画的你不知道啊？这是一个摩托车。摩托车。还有一个人在上面，这是一个把手呢。嗯。就废了。我们来玩高空抛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看哥哥怎么画？你看你们这些纸学学，看到没有？所有东西归位，我们现在要养成习惯。妈妈走的那天是啥子样子的？我们家变成啥子？她回来看到比还要整齐。嗯。晓得不？她就会震惊。去，叔叔放好。妹妹放我，妹妹去放。妹妹去放。对，回来我跟妈妈说是妹妹放好的，快去吧。是哪里？说说去给他配合他噻。好，他都不知道，跟着哥哥，哥哥跟你说放哪里。好。OK 了。嗨，爸爸，我来弄。然后爸爸给你擦一下嘴巴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闭上眼睛。好，做一个很矜持的造型。你说，爸爸，谢谢爸爸，谢谢爸爸，谢谢爸爸。不是这个不矜持，这个太劲爆了。要这样，谢谢爸爸，谢谢爸爸。不是这样子说，是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谢谢爸爸。嗨。你看爸爸哈，你看呼吸呼吸，谢谢爸爸，谢谢爸爸，谢谢爸爸。对了，好玩吧。谢谢爸爸。记住哈，妹妹一定要矜持，不能扯衣服，知不知道？好，这叫没有。这是我的弟弟浅志，这是我的妈妈，爸爸，这是我的爸爸，爸爸，这是琪琪。记住哈，妹妹一定要矜持。